来，接下来有请跑男家族队。我们这一次最后一棒谁？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跑男的好兄弟张殿伦，欢迎他。哎呀，凯凯的好同学，张殿伦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殿伦，是凯凯的同学，哪一会儿的同学呀？大学啊，对，来，我们请殿伦到第五棒来，好，请加油。 传达的准确一点，你不看看我前面是谁？啊！来，请戴上耳机，有请王牌先生。有不少啊，哇，那么多词儿，请看片段。啊！宝宝，我的宝宝在哪里？他们杀死了我的宝宝，他们抢走了我的宝宝！啊！宝宝。 爸爸，你在哪里？爸爸在这儿。天哪！来，传递，开始。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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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宝宝在哪里啊？他们抢走了我的孩子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你叫你妈怎么办呢？可云，玉珍，把绳子给我，我们快把他绑起来。爸爸，妈妈。 这里有好多坏人要绑我，坏人要什么？要绑我，绑我啊！可云，爸爸在这儿。可云，对，爸爸是有的。对，先是三个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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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算几个字？一个字。你先跳出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我的宝宝在哪里？我的宝宝在哪里？他们抢走了宝，已经十个了。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可云。可云，爸爸，你叫妈怎么办呢？可云，你叫妈怎么办？可云。 玉珍把绳子给我，好多呀！玉珍把绳子给我，爸爸，我的宝宝，对不起，我的宝宝，宝宝，爸爸，可云，你都记住了吗？爸爸，宝宝，可云，可云，他们把我的孩子抢走了，他们把我的孩子抢回来。OK， 啊！爸爸，把我抢回来。不是把你抢，把我们把我的孩子抢走了，走了，把我的孩子抢回来。他们要绑我，他们要绑我。对，爸爸，可云，宝宝，好，听到？爸爸，爸爸，啊！这么客气？不是，等一下，爸爸，宝宝，啊！他们抢走我的宝宝，快点把他抢回来。宝宝，爸爸，马云，马云。 那什么，那叫什么？马云，马云都出来了。马，等一下，什么云啊？刚刚那个云，对，什么什么云？他们要抢我的宝宝，要走了，不是？他们要抢我的宝宝，抢你宝宝？快点把宝宝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要绑我，然后呢？最后一棒，你是叫什么云啊？可以了，已经很多了。爸爸。 宝云和宝宝要抢我的宝宝，不是，爸爸，他们和宝云要抢我的宝宝，完了，不光抢我宝宝，还要把我绑起来。时间到啦！啊，来，电轮到前面来，来，台词是什么呢？我只知道宝云的爸爸和宝云的宝宝要抢我的宝宝，这是个绕口令儿，是吧？说，再接着说。 如果要抢走了宝云的宝宝，如果再拿回来的话，那宝云的妈妈怎么办？宝云是谁啊？马云，马云有点大，<笑>确定吗？朋友，朋友，你不要再给我暗示了。<笑>最后13个字儿，这么多呢？这么多？13啊！哇。 很厉害，这一题是咱们获胜了啊！我们谢谢殿伦，谢谢。